个妈的梦想，梦想都讲得起。在开香槟的庆祝声中，南来乡今年的母亲节表扬活动进入最高潮。南来乡公所为着要打破传统的模式，让今年的模范母亲有一个特别的感受。除了准备丰富的节目以外，各种礼堂布置甲真浪漫，加上宜丰高中餐饮科学生所提供的西餐，让出席这项盛会的来宾享受五星级的服务，留下难忘的回忆。咱今日吼是举办着咱南来乡的模范母亲的表扬活动啦吼，依据着咱较早迄个经验内底吼，吼咱每一个妈妈吼，拢去迄个婚纱照，婚纱照意外了，咱今年特别佫加上吼，宜丰高中遮学生囡仔吼，来遮要提供吼咱妈妈啊食西餐啊西餐的礼仪吼，啊所以包括拄啊佫有宜丰高中遐做果雕啦吼，啊包括遐老师咧做蛋糕，啊就是要咱遮拿来遮模范母亲吼，有一个真充实、真温馨的母亲节表扬活动啊。对公所的用心，南来乡今年的十一位模范母亲也拢感觉真欢喜、甲趣味。哦，足好诶，真好嘿，我真欢喜哦，有啊这个机会哦，是啊真好。今仔日出席这项表扬活动的乡代表，也拢是为公所的创意，互人真感动，充分展现对伟大母亲的尊重。我感觉吼，今年活动吼，办这个母亲节庆祝活动吼，办了实在是讲甲以往拢无同啦吼。我感觉讲这种的创举哦，是一个创新啦吼。我希望讲咱公所吼以后每年吼，拢会当依照上届创新吼来办这个活动。以及讲以表达着讲咱对天下的母亲吼一个尊重安尼。除了提供西餐以外，公所也邀请每一位模范母亲来翕沙龙照，留下美丽的回忆。记者叶明伟采访报道。